about the motherfucking Porsche. I don't want it if that ass don't sit like a horse. I be ballin' on these niggas, got me feeling like sports. Dash got so much wood, I could. 李副总统嘛到位啊，李建辉总统嘛到位啊，这是历史的一刻啦吼。接下来这位贵宾远道而来，而且专程为了今天从美国赶来，所以我们姑且称他为美国川普总统的特使。高长青老师，刚才他还有一点时差，而且从刚才到现在，他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我如果不再点他上台，他应该会睡着。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台湾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他是一台语假到位。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台湾哈。我在今年在美国是流亡了30年，不能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因为我批判共产党，批判专制中国，支持民主台湾，支持李前总统，支持高牧师，我就上了黑名单30年，不能回到中国。那我是来到台湾多少次？今年是第一次来到台湾过年，年前赶到台湾来支持郭培鹏博士，组织这个共同联盟喜乐岛民联盟，非常喜乐来到台湾，第一次在台湾过年，感到很高兴，久违了的感觉，听到放那个鞭炮，在那个慈幼宫旁边人山人海。因为我不能回到中国，昨天一个泛蓝的媒体记者采访我说，你到台湾鼓吹台独，是不哗众取宠？我说我到台湾多少次了，在李前总统提出两国论的时候，我就支持民主台湾，认为李前总统推动台湾民主化、真实化、本土化，而且推动台湾真实化，台湾又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对不对啊？对。所以我说我不是哗众取宠，一直鼓吹一个价值，就是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个人的权利非常重要。美国这个国家建立就建立在个人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台湾人民就要争取这三大权利，对不对啊？对。所以我说我来到台湾就是要学会第一个台语，最喜欢的台语就是动算。因为今天习近平要当皇帝，还要继续清算，不让我回去。我的朋学大学同学吕晓波就被迫害致死，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今天我们台湾要保住我们的动算，对付中国的清算，战胜中国的清算，对不对呀？对。所以今年2018年狗年开始，我觉得上帝送给台湾三个礼物。今天高祖明牧师，我和金恒伟先生到台中去，他和女儿住在那里。高牧师多少年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参加出外活动，身体也不好，但是他听到这个活动之后，第一个非常支持，第二个参加联署，第三个这么大高龄亲自来到台北参加来这讲话，这就代表上帝保佑台湾。所以第一个礼物上帝送给台湾的就是我看到在美国看到李登辉前总统跟阿扁总统两个人握手，两个人和解，非常非常感动。上一次李登辉总统和陈水扁总统两个人联手，才有了28全岛大联手，才有了台湾绿营连续执政，对不对？对。今天李总统和陈总统再次联手，预示着2018年台湾的台派走向一个新的胜利，对不对？对。我有看到这个，看到李总统你送陈总统的书，你流了眼泪，我都在美国流了眼泪，很感动。尤其你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赞同，也是这次郭培鸿博士发动组织喜乐岛联盟的宗旨。李总统，我记得你的话，每个字都记得，使台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李总统说的是使台湾，不是中华民国，是成为国家，不是美国认为的台湾当局，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Great Country。我们要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对不对？对。这是上帝送给台湾的第一个礼物。上帝送给台湾今年的第二个礼物，就是美国参议院435名众议员，美国众议院，说错了，众议院435名众议员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
真实的翻译方法应该是美国台湾两个国家高层官员互相访问的法律。这个法律通过之前，像我们的外交部长陈良山部长到了这个华盛顿，到了美国首都，想看望他那里留学的孩子，不可以进入华盛顿，必须叫他的孩子到郊外跟他见面，这多么荒唐，多么不合理。说今天如果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了，蔡英文总统可以进入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可以访问台湾，我们的非常伟大的副总统也是姓彭，彭斯可以来接受政绩看旅行法。好，这个旅行法已经在众议院全票通过，没有投票举手的，因为没有一，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全票通过，有9名共和党议员，7、8名这个民主党议员，这个外交委员会全票通过，今年就会提交参议院。我的感觉，我的预测会在参议院高票通过，然后我们美国伟大的总统川普会签署这个法律，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就可以访问美国，大家要欢迎。对，而且大家前面看到，我前面跟金伟先生特地去了花莲，支持我们花莲有个勇敢的议员叫刘晓梅议员，准备挑战花莲那个那个土霸王傅昆萁。好，我们到了花莲，这花莲看有花莲发生了地震嘛？我们说这去那个花莲，就我想说什么？将来有一天，美国的军舰就要停留在我们美丽的花莲，因为美国2018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已经通过。两国的军舰可以互相停靠对方的港口，那飘扬的星条旗的军舰就要进入花莲，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花莲地震很不幸，但是只是几座楼房倒塌，花莲很美丽，大家要去花莲支持花莲。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亚洲台湾最重要的盟友是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写了4个字：台湾加油。像台湾有些政客作秀的，他亲自一笔一划的写录下来，那份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对绿营的支持。大家知道，安倍首相在现任首相之前有一段时间访问台湾，被国民党放了鸽子，不给他派车，让他坐计程车。他了解台湾，而且了解台湾的蓝绿，他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支持民党政府，支持台湾。所以我们有这么好一个盟国。而且我告诉各位，如果不出意外，安倍首相的任期将达到2020东京奥运的第二年，2021年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首相伊藤博文之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对台湾最友好的首相。我提到这件事想强调，这是台湾人千逢难得的机会，朋友啊。我们美国的话，多少个总统都是软弱的、无能的、胆小的，包括奥巴马和台湾的马英九，两马是一马，都是。今天我们美国缺一个强势的总统支持台湾，他的全部内阁没有一个亲中派，很多亲台湾派，很多硬派，很多强硬派。前两天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举行记者会，召集了几个国家，就是要向中国表示，我们要保卫这几个国家，保卫南海的安全，保卫民主台湾。所以美国出现这个支持台湾的强势的首相，日本有这么一个强势支持台湾的首相，这样的机会赶到一起是千峰难得的，是偶然的，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台湾人要利用这个机会，利用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要让世界发出声音。就像刚才黄国强主席说的，我们要世界知道我们的主流声音不是维持现状，是改变现状，台湾成为主权。上帝送给台湾的第三个礼物就在台上，是郭培鸿博士。1989年，台湾有个伟大的台湾人，虽然他是外省人，叫郑南榕，去了洛杉矶，见到了在洛杉矶的美台湾独立联盟总部的美国本部主席郭培鸿博士。他们见面回来几个月，郑南榕就自焚了。在他自焚之前喊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对台湾未来的前途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我是台湾人，他是个外省人喊出我是台湾人。第二句话，他喊出台湾，我主张台湾独立。什么意思？第一句话，我是台湾人，身份认同；第二句话，我主张台湾独立，是国家认同。
今天我们要解决台湾两个问题，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我们是台湾人，我们认同的国家是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国。闯关回到台湾，完成他的朋友魏晋的事业。所以郭沛鸿博士那一年闯关进入台湾，郝伯村悬赏220万台币要活捉郭沛鸿。当时悬赏施明德是100万，郭沛鸿的价格超过施明德1倍以上。几万军警包围了台北县综合体育场，当时郭沛鸿先生就敢勇敢地进入会场发表演讲，演讲是10个字标题。在座能不能猜出来？猜出我外边有我的书，我签名10本送给你。10个字，我省了10本书。10个字，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朋友们，这不是昨天，那是上个星期，那是1989年11月份，台湾白色恐怖有力道的时代，郭沛鸿博士就有这份胆量上台演讲。冒着被抓起来判死刑、无期徒刑的这个危险，上台演讲了10个字：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今天推翻国民党的任务完成了，国民党要想重新获得政权，必须改掉中国国民党，叫台湾国民党，才可能被人民选择。那下5个字没有实现，建立新国家。今天郭沛鸿博士振臂一呼，包括李先生都来到现场，他老人家身体不好来到现场讲话，包括高布什牧师从台中坐火车过来。都是来支持这个郭沛鸿董事长这个振臂一呼建立新国家。今天我们大家聚到一起，朋友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台湾的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走向世界。最后两句话，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天意啊？是不是啊？李前总统和陈总统今年和解，两个人联手。第二个，这个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领导人这么支持台湾。第三个，郭沛鸿董事长当了这个民事董事长，不是要是做什么养尊处优啊，像其他什么董事长啊，红白喜事啊，吃饭喝酒啊，要实现他29年前的理念，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有这样一个民事董事长，有这样一位勇敢的勇士来引导大家，大家振臂一呼，有这么多四位政党和年轻人坐在台上支持，我觉得这个事业就是能够成功的。我觉得这是天意送给台湾的3个礼物。那今后台湾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就今天彭敏敏资政，我已经到他家里去过2次。我跟金先生，他非常想来，非常支持联署，就是他最近头晕都起不来，躺在床上，所以不能参加。但是我们今天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他当年1964年，距离今年54年前的8个字15个字，这就是他起草的，和两名学生在一起发表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15个字，大家记住，15个字。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就是今天李前总统说的，使台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用什么方法？大家在座的比我的方法更多。我在美国演讲也说过16个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出席会议。谢谢各位。不能出席会议，收看政经看民事。今天啊，第4个天意是我们的委托曹长青老师，接到回去美国呢，麻烦他邀一下川普到台湾来。好。这上面是今天金钟邀请的邀请。